輝立一直提供多種新股孖展優惠計劃，切合不同投資者的需要。過往客戶前往 POEMS 新股認購頁面，需先行尋找想認購孖展優惠計劃的編號，例如十成孖展免息計劃或者九成孖展免息計劃。現在新頁面只需點擊股票編號，就可以選擇所需要的優惠計劃，版面一目了然。登入 POEMS 平台之後，選香港股票，然後再選新股認購，點擊想認購的新股編號。假如想申請十成孖展優惠計劃，可以在頁面下方查閱適用這個計劃的認購股數，再選擇你想認購的股數，記得點選 100% 孖展，即是十成孖展。其後頁面就會顯示零利息、零手續費。假如認購金額達到港幣50,000或者以下，就可能會有手續費。確認無誤之後，按提交申請。成功之後就會顯示相關的訊息提示。如果出現無法申請的訊息，可以聯絡你的客戶主任了解詳情。同樣地，如果想申請九成孖展免息計劃，可以選擇適用此計劃的認購股數，然後點選 90%， 即是九成孖展。頁面就會顯示你所需要存入的費用。如有任何問題，歡迎致電2277-6555客戶服務部查詢。